嗨，来各位同学看这边哦。我们现在来讲的第一个动作呢，我们现在先把三个和弦先处理好，因为我们的自弹自唱的这个区块，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东西叫做伴奏。伴奏的区块，我们的左手是主要的旋律，我们的变化来源。你的右手其实只是发出声音，好，右手的部分，我们的右手只是让它发出声音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节奏形态，我们分为蹦跟掐嘛。上面三条线叫做蹦，拿 pick 的时候要记得，拿 pick 的时候要千万记得，拿的时候你的尖尖的一定是在前方，好、哦、要记得哦，旁边这个远远的不要放这边哦，你的弹片会因此而卡卡的，要记得是尖尖的在前方。一般我们拿的话是两只手指拿，这样，看好哦，把你的手勾过来哈、哦，勾过来对不对？勾过来变这样子勾勾，然后把你的弹片放上去，大拇指压着、哦、然后三只手打开这样子、哦啊、一般很多人就是拿弹片这样子的部分会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可以用三只手去掐，三只手抓也没关系，三只手抓、哦、这样子也 OK， 两只手打开这样子也可以，所以你要三只手或是两只手都可以，随便你，这是两只手、哦、三只手变成是这样，只要你的弹片拿得住就好，它记得尖尖的一定要在前面，尖尖的哦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节奏形态的部分。好、哦，我们 C 和弦第一个先练 ，C 和弦大家都会按嘛 ，C， 先刷下去。啊，记得声音一定要干净清楚。第二个和弦是我们的 F 和弦，只要拿下来就是 F 了，有没有？我们把它拿下来，两只手往下移动，这样就是 F 了。好、哦，然后再过来 G7 这一只手移下来，这个拿上去。然后再回去我们的 C， 那记得我们的手基本上靠过来是比较好按的 C 下来 F major 7，这个正确的名称，这个和弦叫 F major 7，可是我们简化叫 F 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再过来 G7， 然后再过来 C， 基本上这四个和弦哈，然后弹一次，弹两次，嘣加换一个和弦哈，看这边 C 嘣加 F major 7。重点就是你的手一定是一起动，不要一只一只一只，知道吗？一起动，哦 ，C F major 7 G 7，了解？